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三年前冲击逮捕机制论坛，被判监视星期，今日向终审法院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被驳回。代表他的资深大律师黎柱明向法官提出，梁国雄完全无可能潜逃，而且他已经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，尝试推翻其中一项扰乱公众秩序的控罪。如果不获准保释，他很可能要等服刑完毕才排到其上诉。但终审法院常任法官邓国征就说，梁国雄的三项控罪刑期是同期执行，其中两条刑事毁坏罪的罪行严重，对公众构成威胁，不能够容忍，亦都已经定罪判囚。邓国征又说，相信梁国雄是求公义而不是求怜悯，获准上诉的机会不大，故此拒绝他的保释申请。梁国雄被即时押返荔枝角惩教所服刑，踏上囚车之前，不忘呼吁市民要参与622全民公投。决到透过律师去信惩教处处长，希望行使酌情权，俾佢翻立法会开会。佢主要系最担关心嘅就系话佢究竟坐唔坐监唔紧要，最紧要系希望可以去到呢个立法会嗰度开会，呢个系最佢希望嘅。咁如果有保释，咁当然佢可以去到啦。如果而家冇保释嘅话，咁佢就希望可唔可以由呢个监处处长有酌情权咧，可以俾佢做啦。咁我而家系等紧佢嘅。梁国雄已经没有机会再申请保释，意味着他必须服刑4星期。出狱之后已经过了七一回归纪念日，立法会今年的会期也都已经去到尾声。香港电台记者文家豪报道。